我就有一个风口，这个风口就是讲，你我防疫爱台湾，这是咱三不停哦，台湾专线哦，台湾哈、哦、三级的这个的这个疫情，所以哈、哦、大家出无方便。啊，我今嘛吼设一个这个风口，就是讲钱啊，其实吼、哦、钱大家足爱啊，但是钱吼、哦。上侪人咧摕啦，啊，也是防疫的漏洞，啊，我也希望讲吼，大家咧投钱的时候吼，别安那别干性，阿免那盲目污染，啊，所以吼我做一个，迄个风炮，我特别只不找钱不找人，诶，这个风炮，所以内底吼，有这安尼三张，啊，这等于当用三摆。我们三百块钱，月钱跟我们店里有预约，剩下多少钱？啊，你要交第一家，啊，你要点来，啊，啊，然后，在车上的时候，我麻烦你就手机照一下，啊，啊，重要的是，你这放下了，安尼放下，你当时来阮家的时阵，汽车主也不必下车，你就。你跟我说你的车吼几号？啊，你来的时候，我是在搞。啊，你来的时候，我物件开。啊，你的对你的袋啊吼，直接点处理好，先准备好啊，钱要不找零钱，准备好。啊，一包啊，一个。啊，我直接安尼来在，就迄个钱安尼来在。啊，你台上，台上安尼差不多老板交到了，应该三十秒吼，你就可以离开了。啊！你物件摕回去，当摕回去吃，还是要带啊，来吃，都 OK 的。所以汽车属于哪里，伊可以有较方便的这个所在。啊，希望讲，这个疫情会当很过，啊过哦，可能我们这个动作就会结束了。好、哦，安尼。